上这个杏仁片，这个非常的香，真的，非常棒。简直完美啊！这个红石榴，这是红色的，南方的悠闲的喝一杯咖啡，杯子把它打开来，去闻起手冲中让它润一下，让它闷蒸一下，让这新鲜空现烘的咖啡豆，使它一下子就碰起来。那这时候呢，就可以配个手冲，首先呢，第一喝的是萨达尔的紫砂糖希望庄园。那这个特色呢，就是比较甜一点的坚果，坚果味的一个。雨算甜的，这个在抹的时候非常香。